准备起，开心跳舞。孟哥哥，看看我，你觉得有哪里不一样？哦，我觉得你现在气色非常好呢，很像一颗小苹果一样。没错，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答案就是多运动。多运动啊，多运动呢，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代谢也变好，自然而然呢，气色就好。Shake it, break it, make it bounce.各位同学们，我们上课啦！欢迎街舞界的天后师妹老师。耶！掌声欢迎！哇，讲到天后，我们快乐来运动有好多天后，对不对？我们等于是快乐来运动的天后宫了，超多的，非常开心。那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样的舞呢？今天教 sexy jazz。sexy jazz。对。哦，听起来是非常性感。对啊，性感，然后身体的曲线，然后还需要比较重一些敏锐的节奏感。敏锐节奏感，女生可以性感，那男生可以来点感性吗？来点感性，可以。金姐姐，讲到性感，你可以摆个性感 pose。哎呀，很会哦。哎呀，那秋哥哥你呢？我蛮会感性。也是有线条的，这样是感性，是有线条的。原来感性的又是这样子，对 ，OK， 对，我打网球，什么雕像之类的。好了，我相信各位同学呢，把你的感性跟性感都拿出来，一起来跳舞就对了，好不好？我们各就各位啦 ，Let's go。好，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吧，开始。我们的双脚会比较微开，跟肩膀同宽，然后右手可以拿出来，然后跟右边的屁股。对 ，one 的时候你会给一个点 ，one，two 的时候呢，我们进入 sexy 的部分，你的手会从这里，好，你的身体要先呈现这个曲线的，有点头痛，千万不要像头痛，对，可以吗？对，好，从你的侧边这个线条摸下来，好，摸的时候有一些手指尖的方向要注意，手指先朝上，然后在中间的时候经过脖子之后会往下，可以吗？对，好 ，5, 6, 7, 8。对，音乐是然后拍子是 one two three， 两拍摸了之后发one two three four 的时候右手这里，然后你的手是在往自己往内转，对，往内转，四五的时候又回到开头的拍子，的位置，右边线条摸，然后转圈圈，嘿，然后再回到右边再一次，摸完之后再转一次圈圈。所以第一个八其实是重复的两回合的动作，好，我们再一次哦，好 ，one two three four and five， six seven eight。我有个问题耶，好，请说。就是在摸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又有 wave 吗？其实不算有 wave， 它就是停住，但是你的手继续，对，所以是 one two three， 但是你的头有，one two three， 所以我就眼神跟下巴跟着头跟着手一起，然后下来，然后再一次转圈圈，转圈圈的时候你的屁股往右弹一下 ，OK，tap and tap， 再一次，然后转 and 右，可以啊，那我们第一个吧再讲一次哈，好，我们的音乐好了，音乐是对，它就是，其实它只有一直在这样子，然后拍子就是 one two three four and five six seven eight 这样子。那我们听看音乐好吗？好，那我们直接对音乐喽。好，第一个八拍对音乐跳了，马各同学动起来。一次吗？好，再跳，再跳一次。OK， 第一个吧，我们再跳一次，哇，加油！六，右手拿出来。好，
再次发。进入第二个吧。所以这里我们再讲一次 ，1 2 3 4 5 6 7 8 1的时候是要再丢出去一次，所以第二个八的第一个开头，你的手还是在右边，但是我的左手会加入留在这边，所以是双手，但是右手比较前面。好，接下来的时候手收回中间 2， 然后换到左边 3。小怪兽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可以啊，它是一个对称的用法。1 2 3 4 5 6 7 8的时候会你的手拿到下面 ，5 6的时候胸口肚子这样收进去 ，6 对 ，7 8的时候你的屁股会是右边，然后跟右手一起往外拨，往外拨。对对对，这里是动同手同脚的动法。好，右边，左边。然后如果你想要性感的感觉多一点的话呢，你就把你的屁股推得多一点，然后这里的腰啊往后折一点点，很傲气感觉吗？对，很傲气的感觉。如果你觉得没有很想要太性感，就是正常走也可以。OK， 小一点点，对，或帅气的，或是你有你的感觉都可以。对，好，你可以自己调整看看。OK， 所以第二个八是 1 2 3 4放到胸口，放到腰，手放到腰这边，然后挺胸 5 6 7 8 8。好，这里都是单拍，所以你的节奏感就是每一下都给它重一点点的力气。1 2 3 4 5 6 7 8 8。但是拍很简单哦。好，我们就直接配音乐看看。好，直接配音乐哦。第二个八啦，耶！动作间第二个八配音乐来跳一次哦 ，Come on！ 第二个八。预备，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好，再次哦，5 6 7个右 and 左 and and 右左，开心吗？可以啊，来吧。耶，各位同学，第一个八跟第二个八，嘿，预备来跳一次哦 ，Come on。越活力有没有？把你的性感跟感性都拿出来，投入在音乐当中。没错，一定要。这首歌啊，它其实节奏感很强，然后你就会自己听到音乐就一直一直想想动动动了，那个律动感就不自觉在身体这样子在翻滚着。对对对对对。好，我们已经把两个八拍学完啦，下一段节目回来继续学新的动作哦。我们休息一下 ，Take break。我们去把两个八拍选，对不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动作呢，其实很简单，对不对？其实是可以在家，对，很轻松，跟着一起动，对，全家一起来动。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些口诀可以一起来教大家，像是：嘿，我头痛、胸痛、肚子痛，要转转转。我再一次，头痛、胸痛、肚子痛，要转转转。口诀刚好，对。小怪兽，小怪兽，小怪兽。对啊，我心里会有这样 OS 的，你会有吗？小怪兽是没有，但我觉得你很适合教那种年纪很幼幼班，对啊，对，真的，我觉得可以适合全部人一起来跳，对不对？欢乐的感觉。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第三个八拍啦。第三个八，我们进入刚刚这里，走了右
左之后，所以你的动作应该会停在这边。好，下一个动作呢，我会把我的屁股往右上方走，然后右脚要脚尖贴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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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好，我们先原地试试看这个用法。嗯，它的使用的肌肉部位呢，在你的右后侧这个大腿这个地方，然后还有夹你的腰这里。One, two, 好一点的用法，你的上半身就不会跟着扭来扭去。我想要看到的叫屁股，只有单从这个屁股这个地方。对对对对对对对，四次往上 ，One, two, three, four。对对对，来，谁？刚刚前面是走 and 走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对，所以你要在拍子上面给一点弹性跟力道 ，One, two, three, four 的时候就要停住了，所以大家要注意哦。然后我们的手呢，每双数拍会这样拍一次 ，and 拍一次，对，掌心相对，然后这样哈，打开打开，对，所以 seven 两个屁股配一个手，好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对，所以四的时候屁股会停住，但你的手会继续落下来。嗯，好 ，5, 6, 7, 8, 9, 1, 2, 3, 4，可以吗 ？5的时候，我的手会右前左后包住自己，然后屁股的方向会掉下来，往左往后。重心这时候往后。对，往后， okay. 然后头也要回过去。5, 5，5。六的时候头要抬下巴，先把你的就是进入轨道的位置，把你的身体拉长，好，然后胸口撑开来，腰用力，肋骨撑张，然后打下来。对，所以你的手是关起来，5, 6, 7, 8，好像要插口袋的感觉，5, 6, 7, 8，好，加身体哦，4在这里，拍完之后回头，5，再看回来，6, 7, 8，对，八的时候稍微蹲一点点，然后屁股这里收进去，然后肚子，对，所以你的背会是圆圆的感觉，嗯，对，像乌龟的壳，乌龟的壳。我们讲解一下那个 O O， 对不对？这里是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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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里要对音乐 O O， 对，所以你自己耳朵要注意 O O 这两个声音。你要对到那个感觉就会对哦。嗯哼，好，我们就直接试试看音乐再一次，然后记得听哦哦，就是要听音乐，他那个唱的那个哦哦。对，跟着音乐。OK，Come on， 加油，第四个吧。6, 5, 6, 7, go。哎，哦哦，嘿，再一次哦哦。哇，那中间后面那个哦很快啊。抓到了，对对对，所以就是回头啊的这一下，会那个音乐自动会带动你哦，把它拉长，然后掉下来，哦，可以吗？可以。好，那我们要进入第四个八了，加油！八的时候在这，然后接下来呢，我的身体会打开，胸口、屁股都打开哦，所以尽全力撑开，嘿，对，你的腰会很酸才是对的。One， 再关起来 ，2, 3, 4，好。你的手呢，很简单，慢慢的升上来。所以如果看这边，你就搭在这里 ，1, 2, 3, 4, 5, 6, 7, 8, 1, 2, 3, 4。最后四拍非常的简单，把你的右脚踩出来，然后右手手心朝上，一个端盘子的感觉，然后手腕这样转下来，然后换左手，哈哈哈。对，然后身体一样有线条 ，5, 6, 7, 8，然后音乐会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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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做四个小拍子，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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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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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啊，第四个八，所以前面就是四个比较硬一点的用法，哈哈，3, 4，柔一点，5, 6, 7, 8。所以我们第四个八配音乐看好吗？好的，开关开关，收手收手。好耶，观众就第四个八配音来跳一次哦，加油！好，我们从第二个八开始试哈。预备，5, 6, 7，go！开关开关，右手左手，哎，好，再次5, 6, 7，go！开关开关。第四个八，来，动起来喽！第四个八开始啊！好。
预备，2、2、3、4、5、6，劈叉下，1、2、3、4、5、7、8，弯开弯。Yeah, 再一次吗？好，再一次，来一次。郭永轩，第三跟第四个八，再跳一次哦。再跳一次。预备，2、2、3、4、5、6，Go！ 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进行我们的了，重点总复习喽，这东西要注意听啦，谢谢各位。好的，我们从第一个八开始，请拿出你的右手，然后屁股往右边推 ，1、2的时候往左，然后身体呈现一个曲线，然后手从上往下滑下来，然后你的头会跟着手的运作一起，2、3，两拍之后。四的时候手往内画圈圈，好，然后你的手腕其实要用力哦，你不可以这样松垮垮的转画圈哈。右边是屁股往右哈，然后再一次 1、5、6、7、8，好，第一个吧，6、7 ，Go， 1、2、3、4、5、6、7、8，and 1的时候，这里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你的左手要留着 1、2、3。对，都会回到中间，右边中间，左边中间，挺胸，手收到是腰部，挺胸，然后进来 6、7、8，对，好，接下来说第三个八，你的屁股会往右上方，弹性的 2、3、4，对，你的手会在双数拍的时候打一下 7、8，and 1、2、3。停住你的屁股 ，5 的时候回头，然后屁股到左边 ，5、6 的时候再看回来正面 ，6 坐位 ，6、7慢慢的下，第四个八的时候你会在这里开关你的胸口跟屁股，4、2、3、4、5的时候右手跟右脚拿出来5、6、7、8。慢慢的落下来，好，四个八，我们连续的跳一次。老师，在跳一次之前，我有个问题，请说。就是我发现你全身上下全部都好有舞感哦。哦哇，我头发有舞感，手指也有舞感哎。什么意思？手指，我发现哪里那个延伸的感觉，你会有个那个。很微妙的 pose， 对对对对对。其实你的想法就是让别人觉得你的手指很长，所以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因为你这里这样看起来不太鸡爪，对，所以你的指关节这边要往下压，你的手看起来才会长。好，金姐要不要示范一下？你的手指蛮漂亮。下压，老师说手指往下压一点。对，我会，我自己会。有时候如果你想要食指也是可以。哦。对，它其实就是一个漂亮的感觉，小秘诀。小秘诀。小秘诀。对，我觉得可以再熟悉一点。所以我们跟着拍子再数一次。他想要再体会。可以可以可以。对对对对对对。5、6，慢的。5、6、7，右手拿出来。1、2、3、4、5、6、7、8，双手2、2、3、4，挺胸5、6、7、8，右边3、2、
三、四，掉下去，五，回头，六、七、八、四、二、三、四、五 and 六 and 七 and 八，那就从头再睡一次咯。好，六、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 and 六 and 七 and 八 and。好，好，那数快拍再一次。好，快的，快的，五五五五，因为大概是这样，五六。六七个，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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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三四五六 ，make it bounc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哈哈哈哈，五 and 六 and 七 and 八 and， OK， 可以音乐了吗？都抓到诀窍，可以了。Yes yes yes， 好，那我们开始音乐了，第一个八到第四个八 ，come on， 大跳喽。回家这个音乐会一直洗脑，洗脑在我脑海里面。我可能睡觉的时候都会哦哦哦哦哦哦哦，好棒啊！哇，这已经变成本能了，真的，有没有？突然就都会。短短这个半小时的时间，对，已经学完一首歌，而且呢，它会在你日常生活中发酵，就是跳舞的魔力。对啊，对啊，忘不了它。所以呢，就是各位同学要多多运动，多多练习喽。好，今天呢也要谢谢我们的师妹老师，掌声鼓励。同学，快到快乐来运动粉丝页按赞哦！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快乐来运动，健康动动，继续跳下去。老师瘦了 ，Yeah！ And I'm tipsy, tipping in bras, hundreds and fifties, pulling them nails, got black car, shitting on everyone, sipping whatever we feeling, real, real good. Hands to the ceiling, dancing, we dancing, we spinning, we spinning. All about money, the night's never ending. We party till morning, tomorrow we kick it. Yeah， 要起来了吗？Make it bounce.